15 Minutes is essentially a show that involves interviewing well-known Malaysian personalities, though we do it with a slight difference. We ask questions that are less ask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. Every episode is hosted by a different person, either a staff or student from KDU 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ve Arts. I am Benny Lim, and I'm your host for today. We are very happy today to have with us Mr. Percy Phang, Peng Xueping. He's a well-known songwriter. Let's take a look at some of his works.哎，雪冰，欢迎你。哎，谢谢。所以其实，首先先问你，你的，你看你写了这么多歌曲嘛？是。你的创作灵感是什么来的？我的创作灵感啊，其实我想大部分人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看书或者是看电影之类的。那我当然也是，可能也是来自于看书跟看电影。可是我觉得我比较散拍一点，就是我其实我的创作灵感应该是来自于生活中各种不同的小细节。 像比如说，有时候甚至我去餐厅，然后我翻menu，我看到一些有趣的标题，比如说那种餐厅的食物什么标题的话，那我都会觉得说，可能那些都是我创作的一些灵感的来源。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，所有的创作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也可能是比如说我在咖啡厅。 坐着，然后我去观察人，看那些人背后的故事是什么，在想些什么，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常常也会这样子自己去想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可能除了创作你要有技术之外，你可能还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。嗯，像你觉得说，只要是有观察力的人都可以做得到跟你一样的东西吗？当然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很多不同的support跟支援。你有创作力，可是你也需要有创作的技术。那如果你有技术，可是你没有太多的创作的能力跟观察力的话，可能我觉得两者都不可以缺。那缺了一个，可能都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创作的完整性跟丰富性。 对，我是觉得你写的歌曲里面，比较多了，可能我观察力不够强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多是比较悲伤一点的歌曲。然后你觉得在悲伤还是比较开心的那种歌曲里面，哪一个比较容易写呢？会不会说悲伤的歌比较容易写？我承认我的作品里面其实悲伤的歌比较多。那我觉得其实。 人的一生当中，或者人的生活里面，本来快乐跟悲伤都是一起存在的，那只是那个比例的多少。因为人的一生之中，一定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过程，可能在工作，可能在感情，可能在生活，可能跟亲人的相处等等，都会有快乐跟悲伤。我自己本身，当然我自己写歌是因为我觉得我擅长写悲伤的歌。 而不是因为我很悲伤，所以我就写比较多悲伤的歌。其实我的人在生活中我是比较正面的，我比较乐观，我射手座，所以我没有隔夜的悲伤。就算我今天觉得我很难过，可是隔天我就没事了。其实我基本上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自己的创作的过程中，我慢慢发觉我自己比较擅长写什么样的歌。那我写了这样的歌之后。 可能唱片公司或者可能歌手喜欢，他们就会继续找我写类似的东西，那就造成说我好像悲伤的歌越来越多，快乐的歌越来越少。那可是实际上我也有写一些快乐的歌。曾经在那个 Facebook 上呢，有看过你写的一段留言嘛？就是说你的声音只会出现在 demo 里头。对对对，<笑><是>所以这个是抱怨的话吗？还是这是只是开玩笑的话？这个其实纯粹是玩笑的话，并不是抱怨。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当初写这段文字，是因为我。
我其实很喜欢唱歌，我甚至其实在多年以前，我有发过一张专辑，我个人的创作专辑。那可是其实那当初发这张创作专辑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写了一些故事，是属于我自己的故事。 那些故事包括可能我跟我婆婆的感情，我的跟家人的感情，我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跟一些看法，这些故事是属于我自己的，所以我就发了一张专辑，把我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。可是发了这张专辑之后，我就回到专心的做幕后的工作，因为我知道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做幕后，唱歌只是一种业余的乐趣。那然后我觉得我喜欢唱歌，也不一定要当歌手。 那只是一种乐趣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那我的歌声呢，只要在我唱 demo 的时候唱就好了，而不是说因为我的歌声只能够出现在 demo 里面，其实是这样。我很享受唱歌，可是我觉得我唱歌呢，就是平时唱，可能在录音室里面自己唱，或者甚至跟朋友到 KTV 去唱，这就很 enjoy， 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歌手。这样，雪冰，我认识你有几个月了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这么说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个人。谢谢，谢谢。这是你多年来所领悟到的吗？还是你本身就是这样子的？我觉得是我领悟到的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中学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还蛮自负的人。只是因为可能这些年来工作了，进入社会，我其实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，就是一个循环，因为。 只要人我们对人好，那人家其实也会相对的对自己好。那如果我们做了好事，那我觉得好事一样也可以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生活当中，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心态。那也因为这样，其实我有交到很多好朋友，因为我觉得同样磁场的人就会集合在一起。这样，我觉得其实这样还蛮好的。 现在我们做一个比较会考到你的东西，因为我知道一个对创作或还是对艺术比较偏向的一个人呢，通常对数字呢都是没有什么感觉，非常。但我现在呢就是要挑战你，就是用一个数字，来形容你自己。形容我自己哦，好。 这样的话，我要写下来吗？对，请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你是什么数字呢？我选择九这个数字，因为九对我来说，它有两个意义。九它其实如果我们从一到十是满分，那零可能是最低分数的话。 我觉得九是一个接近满分的状态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一直把自己保持在九分的状态，因为我觉得它离满分还有一段空间，可是它很接近满分了，那也就表示说，我们其实要尽量让自己做到最好，可能还没有到满分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九分，然后让自己再有多一点的进步空间，让自己得到十分。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觉得就是那种华人的迷信。我觉得酒代表长久，<笑><笑>对，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上、在自己的健康上面，我觉得都要保持一个很长久的健康、很长久的状态，让自己活得很好，这样子。所以我选择酒，这是非常有意思。其实，但是不会说好像，也有一点。 悲观吗？好像永远都达不到十全十美的那个感觉。也不是悲观的，因为人本来就没有办法十全十美，人一定会有缺点。那我们只要接近满分，我觉得那就已经很好了。台湾给你一个怎么样的感觉？台湾哦，我其实很感谢这个地方，因为其实台湾是让我完成我音乐梦想的地方，因为我是因为在那边读书，我在那边参加。 当地的创作比赛，然后我才被比赛的评审，就是唱片公司的一些制作人发现，然后才到唱片公司里面工作，当制作助理，一直到变成制作人。所以其实我很感谢他这个环境给我的这一切。那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，我觉得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 happening 的地方，因为吃喝玩乐或者学习或者是资讯，我觉得在那边都。
非常的发达。那可是如果就长远居住的这个环境来讲的话，我还是喜欢马来西亚，因为我喜欢马来西亚的天气，我喜欢马来西亚的人情味，我也喜欢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少天灾的地方。嗯，这个是我喜欢的。你毕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嘛，所以可不可以挑战你一下，就是用一小句啊、来形容你现在的心情，不是现在在我们这摄影棚里面的心情，而是你现在对人生的那个心情。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心情一直都没有改变，从小到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我十八岁的时候，我们高中毕业旅行，然后我们去了很多所谓的神庙嘛，然后呢，我就去，大家好玩哦，就去求签。很奇怪的，我去了三间神庙，求的签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虽然说可能里面的文字不太一样，可是讲的事情完全都是这件事情，就是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也就是说，你做多少，你就会得到多少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也是因为这句话，在我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就是这样。我做多少，我就会得到多少。我完全没有横财呀、啊，或者我也没有办法做投机的事情，是完全不会成功的。所以我也觉得很庆幸，当初我有可能就是有去毕业旅行啦，然后有去做了这些事情，然后有得到这个讯息，告诉我的人生是需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。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，才能够让我在可能我现在创作上面，我的工作上面有一点小小的成绩。对，如果只剩下最后的十五分钟就世界末日了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做些什么啊？OK， 我觉得其实如果只剩下十五分钟的话，我应该还是会把时间留给我的家人，因为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我从十八岁毕业，我就离家，我就离开家，我就去台湾念书，然后念完书之后，我就在那边工作。我其实这一生，我十八岁以后的人生，我其实都在外地，可能在台湾，在吉隆坡。然后我跟家人的相处时间其实很少，然后一年可能只是回 hometown 三次四次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跟家人的相处其实是很珍贵的，每一次回去都觉得很珍贵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的最想做的事情，如果世界末日到了之后。那学斌，非常感谢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。是，我也非常感谢 KDU 今天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工作、我的生活。对，我看我们的学生还是，你的观众朋友呢，都会，你呢觉得说，今天是应该是有很好的收获。希望，尤其是那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是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。是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particularly, I like cats a lot. I can't believe he's asking me such a simple question. I'm sure it's a trick question.